来吃吧，泡面有营养。小丽，我不在家，你就让我妈吃这个。我妈都生着病了，你就让她吃泡面，这泡面能有营养啊？这个怎么了？这泡面多有营养啊！谁告诉你的？泡面就是垃圾食品。你妈告诉我的。我坐月子的时候啊，她天天让我吃这个，说这个有营养。那个时候啊，不是家里条件不好吗？有泡面吃就不错了。条件不好，哼！我小姑子坐月子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这么说呀？今天炖排骨，明天炖鸡汤，你恨不得啊一天三顿给她送过去。果然呀，这亲生的就是不一样。我妈不就是没有伺候你坐月子吗？至于这样小心眼吗？我小心眼？当初呀，你妈看我生的是姑娘，扭头就走。在我坐月子期间，我不仅得自己洗衣服做饭，还得自己带孩子，那可是整整一个月呀。她现在生病了，凭什么让我照顾她呀？这坐月子呀，就要多运动运动，对身体好。再说了，你这个黄脸婆，凭什么让我照顾你啊？早知道你这么不孝顺，当初就不应该娶你。后悔娶我？我还后悔嫁给你了呢。曾经呀，我以为你只是孝顺，其实呀，你就是个妈宝男。从今以后，我只照顾生我的和我生的人。妈，你看呢？走就走了吧，黄脸婆一个。哎，他走了，妈呀，你说个好的。我嫁给雷子这么多年，为这个家呀辛辛苦苦付出这么多，他们却嫌弃我是个黄脸婆。小丽，姐早就跟你说过了，这女人呀结了婚之后还是要打扮打扮自己，化化妆的。姐，这个呀我知道，可是你看我一天在家又要带孩子又要做家务，我哪有时间呀？小丽，姐不和你一样吗？你看姐最近呀用了一款龙雪糕，特别好用，一分钟就可以上妆，你去试试。龙雪糕又叫懒人素颜霜，用之前啊先用水乳打底，然后用上面的勺子打开之后，取出适量膏体，在手心给它乳化开，均匀涂抹在脸部。用完以后呀，皮肤特别滋润，而且还不假白。再涂一个咱们家的六色口红，就可以啊美美的出门了。这瓶龙雪糕它代替了隔离、散粉、气垫、BB 霜还有贵妇膏，省去了各种瓶瓶罐罐，而且啊它还防水防汗，不脱妆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一点都不沾哦。龙雪糕呀，收到货之后每一盒都有一个防伪标志，并且啊它是院线专供，安全到孕妇哺乳期都可以用。今天啊给大家活动价29.9一瓶，需要的三包小黄车直接去拍吧。